Thank you.
行政式发售，价格约合1.2万元人民币。如果说以上几位机器人都还只是机器，那么接下来的这款就真的更像个人了。日本科学家石黑浩研发了这款机器人，有十分接近真人的女性外形，同时还有表情反应，能和人类对话。2012年，东京的一家商店。